会主要强调的是一种承上启下的融合，还有就是说适度的创新，不能抛弃过去。我就是想用最直观的方法让年轻人去体会到这个传统文化的魅力。简单的生活能让我平静地思考，创造出更好的作品。我想用我的雕刻技艺把这份美好分享出去，传承下去。以真代笔，以线代墨，传统的手工艺在这里创新传承。苏绣是一种青春，更是一种生活。我特别喜欢漆那种质感，它的那种温润的质感，深厚的文化内涵，到现在为止我们可以看到各大博物馆，包括各大墓葬里面出土陈设的那些随葬品，都是大漆，都是漆器工艺。比如说马王堆汉墓、最后一战公墓，他们出土的日常用具都是漆器。还是想把它继续传承发扬下去，但是呢，我想说的是，传承还需后来人，还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参与和传承发扬这项工艺。我算是一个爱好非常丰富的人，喜欢踢足球，比较喜欢一动一静。因为像足球的话，我还是守门员，是非常需要冷静的，先要观察一下场面上，然后再迅速做出反应。守贞堂，因为守贞呢，它是出自于千字文，性情情义，守贞至满，守贞就能保持住你的志向，它能坚定不移。正因为我想在书画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，所以我想保持住一些真东西，真情、真性、真意，还有真我。就是自己的东西，值得守住的东西，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。